少年戎装驰骋，星辰如梦，眼神温暖坚定，满笑浮生，是一段风华，一直留下。笑什么？好好开车。蓦然回首，雪花飘落的季节，你怀中却似春天，花香布满了世界，良辰好景如夏天，树影遮住了眷恋，清新与你在秋天，青山绵绵散喝多了，我没说什么不该说的话吧？你没说什么不该说的话，但你是不是觉得你应该睡在徐光耀的办公室里？你这话什么意思？没什么意思。光耀哥哥，哎，怎么是你啊？这个小贱人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你叫我什么？我叫你贱人，贱人，小贱人！你居然敢打我！我早就跟你说过，你要是再嚣张跋扈找我麻烦，我必定加倍奉还。如果没什么事儿，我先走了，公务繁忙。你最近到底怎么了？跟变了一个人一样，玩笑也不爱开了。你不就喜欢这种端着的正人君子吗？我才没有。那你喜欢我这样的吗？我已经按照你说的都吩咐下去了，可他现在一点事都没有。看起来还真不能再留着他了。我这儿倒是有一个把他给除掉的机会，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把他。倒车！小姐，别动！不好了，老爷！婉清小姐被人绑架了。你说什么？什么？在哪里？好着。希望大家同心协力，拥抱上海太平。哎，唐司令，唐司令，司令。老傅，你在这看一下，我带人去看一眼。好，你跟我走，让我们
同心协力，永保太平。同心协力，永保太平。一群废物！上面让你们绑的是穆志远，你们绑个女人回来。我们明明跟的是穆志远的车，从穆公馆一直跟到德庆路，在租界动的手，谁知道车上是个女的？这个女人什么身份？是穆志远的女儿。怎么样？啊，虚度半摊不太好。司令，你等什么呢？赶紧救人呢！不对，他不在车上，快去仓库。是没有大碍，刚才给他吸了氧，应该一会儿就能清醒过来。但是这位长官的情况就比较严重了，子弹击中了肺部，失血过多，血压降得很快。他可是徐督军的公子。徐督军的公子，你没长眼啊！徐少帅你都不认识，你们怎么能伤了他？老七他们都死了，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会伤到他。你们伤了徐少帅，连我在内，这没一个能活着的。记住了。这件事，咬住是民团干的。司令，是我们失职。上次庆功宴后，我们一直听从您的命令，暗中保护穆小姐，可还是被凶手钻了空子。你责罚我们吧。这是突发情况，你们也不用过于自责。但是以后要多派些人手，加强戒备，暗中保护穆小姐。有任何事情，第一时间先斩后奏。是是，去吧。上次就是这个。你怎么来了？谢谢你啊，一直派人保护我。啊，这不是应该的吗？你可是我的财神爷啊。总之，谢谢你。你也不用太担心，他不会有事的。怎么样？啊，虚度半摊不太好。什么叫不太好？刚才不是说输血完了就行了吗？其实虚度半的胸腔里有好多积血，如果不及时手术打开胸腔，找到出血点，恐怕挺不过今晚。龚小熊，来吧。谭司令，我自己来就好。你看看，多此一举吧。哎，我照一照。咱们老板是干啥的？天天和上当打交道的人，听令就是了。这些人说的是不是某种行话？没错，这照一照就是检查货物的意思，是当铺上常用的。而且他们还说，他们老板是和上当打交道的人。这上当就是给了钱交了货，所以这批人他们肯定是和当铺有关。徐督办，您终于醒了，真是谢天谢地。您现在感觉怎么样？我这是怎么了？啊，您肺部中弹引发肺积血，差一点就测不到脉搏了。幸亏谭司令亲自给您输血，才把您从鬼门关上拉了回来。谭司令给我输血了，输了600毫升呢。也就谭司令身体好，要换了别人，早就下不了床了。猜一下。哎，我来。你下手没轻没重的，这种活还得是我。你看看，他是怎么照顾你的？Thank you.
这是谁？带走！走！哎，对了，您把崔杰关哪儿了？！走！林大成，放手！放开！林大成，给我放开！快放手！放开他！着急赶我走吗？那你非要在徐光耀的病房里过夜吗？我给了你台阶，你为什么不下？你脸皮怎么这么厚啊？那也比某些人强吧？才两分钟没见，就硬是要打来电话说想顾小姐了。什么两分钟？什么打电话？这是在吃春儿的醋吗？看不出来，醋劲还挺大。这不是你的错，这人心的险恶，有的时候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。如果我哥哥真的是他害死的，那他不仅欠我一个家，他还欠我一条命。夺走了我所有最重要的东西，我要让他血债血还。你放心，他们一个都逃。我的那种害怕，不是哥哥失去妹妹的那种害怕，而是怕失去我生命的另一半。哥哥保护不了妹妹一辈子，但我想。几次说想要逃，我想快乐太少，背对在墙角，保护你一辈子。无理取闹是那些。